来看到这个桃园的新乌洞，保洪区附近讲，这两三礼拜已经有五只狗仔被偷死。议员是来批评，我那认为讲，这个园区啊较偏僻，死个真侪，要求爱增加路灯，加一挂监视器。狗仔无喘气，心跳袂停袂动，倒伫路边，民众看到赶紧报警。桃园市新乌洞保洪区附近。二十天以来，已经五只狗仔死亡，甚至有狗仔找五早起才被领养，主人无牵好走去，下晡就被人发现尸体。主要的发生地点都在我们园区的后面，跟六一快速道路之间的这个小路上。那那边的话，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监视设备的地方。东埔厝表示，狗仔是河北龙秀的肉毒蛇，也表示恒区太过偏僻，监视设备无够。虽然甲警方合作调监视器，继续查访附近的住户，犹原无特定的对象，已经派人加强巡逻，查看恒区附近是不是还有毒吧。很显然的，他在这几个角色中都扮演的不是很好，才造成这么多无辜的生命才消失。管区内有任何的一个缺失，不管是照明的不足。监视设备的不足都要赶快的补齐，以免有再次的事情发生，却又还是找不到凶手。议员批评桃园加州毒狗天堂，要求动保处检讨缺失，也谴责毒狗的人找被偷走，也甲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。初步规划会装七支到八支的路灯，除了增加照明，后续也增加监视器，避免这种代志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